什么手？哦，哪个东西遮了？好，你在看书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完全明道标准规则。哎，拿这个遮。哎，那标准裁判。哎，拿这个遮，拿这个遮。男的怎么可以用这个呢？全部的 H 都卡死错在里面。好鸡耶！拿表拿出来。手表拿出来就好了。哦，这个 scramble 好久了。等一下吧，这里要弄难一点，昨天没弄的。好了，也没那么难了啊。老套，你当裁判。我在旁边。我靠！这是小比赛，已经超小了。好，十五秒啊，可以看十五秒。观察十五秒。这个有难度哎。手放进去，他拿走以后两秒之内要开始，只有一次机会。糟糕！我感觉到糟糕了。好，现在进行的是那个阿伟转方块，转出来的秒数乘以五十，再打七五折，就是他白方块下去。不过他已经买了，所以现在就要进行退费。他认为今天转会转比较快，所以决定今天来尝试。那至于会不会比较快呢？我们就要问阿伟本人。请问你现在的心情如何？我不要闹他了，就是我感觉他手一直搓。哇 ，Peter Lucky， 不是 Lucky 啦，说错了，是蛮简单的。因为那比较有没有？哇，shit！下球！我靠，直接40乘以。